这一个试试怎么样？这个好，不好，好，不好。也够呛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就咱娘哄上了，我似的。哎呀，亲大娘啊，中心瓜怎么都粘上啊？还那个怎么是呢？毁了呢？怎么的？哎呀，哎呀，那说的，哎呀，我亲娘嘞！我就不信了，我就不信。哼，我就不信碰不着个好瓜了，我就不信。我就不信碰不着个好瓜，这不是见了1500多个人给我捡中着，我就不信没有个好瓜，我就不信。来这一个。再一个试试来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差不多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你咋？这个不好，我试试啊。嗨，哎呀，咱跟开盲盒似的，那怎么不输呢？哎呀，我操，抽上了还是呢？哎呀，要了命啊！今天那是雨水大了的事吗？哎呀，有了没有？哎呀，新鲜溜肚子嘞！俺不干了，俺是的，俺是人不干了。嗯，俺是妥协了。嗯。哎呀，送我大碗的送吧，要不送不出去了。我看着，切大块，这样送。这样送吧，是不是？嗨，家人们！哎呦，小瓜，这个瓜有没有？哎，这个瓜没有他们那个好吃了。我这个瓜不是这个不中，你看这些，这个瓜怎么是呢？哈，我是赶集买了老大娘自己种的瓜，哎呀，就是哄上我了。哎呀，我你们大年纪了，你说不要还不合适。是不是小鱼下知道了？对对对，这个瓜怎么样？哎呀，你看看这个瓜烂了，这个瓜还能？这瓜。刚你在那随便拿，我在这开盲盒，嗯，我在开盲盒，多少人？1500来个人。每天晚上都这么多人吗？对对对对。好厉害啊！多少个是？八九位。教授了吗？我管不管着呢。附近囊空烤全羊。哎，这个瓜应该还蒸啊，是不是？我切块尝尝啊。哎呀，俺亲娘嘞！哎呀呀呀呀！我尝尝啊。哎呀，要命了！要命了！跑街了！哎，回来，你看这瓜吧。你看这些瓜，熟大了的熟大了，不熟的不熟。啊，要命了要命了！哎呀，这家直播间1600个人了，我还清凉了。哎呀，还毁了！大翻的这会儿切。没事，伙计。
有，来来来，加个种花，干嘛呢？小盘，生点盘，来。我刚才看见，我看见这怎么样，弄嘴不熟人的。哎呀，怪痛人的。嗯。哎呀，我冲上了。快找盘子。哎呀，冲上我了。不能死了拉肚子吧。俺直播间里大娘，你看着了吗？今天你买的锅。我今晚上不用吃饭了，我觉得。哎呀，你看看买的锅吧，俺是抽上了，俺是的。你看看吧。哎呀，抽上了。来来来来，开盲盒啊，开盲盒，这一个怎么样？这一个试试，来，这一个试试，这个怎么样？听着了吗？买了100斤，拽了60斤了哈，拽了60斤了。买了100斤，赚了60斤了。哎，我亲娘嘞！哎，回来，这个瓜6-7成熟，来试试。来试开盲盒，今天。来，一刀定输赢哈！一刀定输赢，感觉输的大哥输了，感觉不输的大哥不输。来。准备了啊，不输，够呛。哎，哎，这个好，输这个好，输这个好，看没有？这个中。哎呀，今天六组中了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呀，这个了不得了，可了不得了哈，终于弄了个好的。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，这个好。啊，刘姐，好，给你三个六，三分吧。给三个几？三个六。三个六。还来的？还来的？好。给你转两百。不用不用，就打翻的。你打翻的也怎么成啊？就让车上，你打翻的，你说。一个两。不用哥，你让觉得让车上了。你八个字，你给。八个字，干嘛在这给他弄那拿上串哪个？打翻的。你好，他们说你这俺老板干自己收的，人家自己种的，老头老太太。大番的吃着呢，我也不去切小块了。反正是免费给的，免费给的。大番的吃，1800个银了，俺娘嘞哈！看我切瓜1800个银了，哎呀，好切盲盒似的。俺一个桌上半个瓜，我就不信送不出去，我就不信送不出去。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！来来来来。看看这一个怎么样哈，看看这一个该怎么样哈，这一个瓜听听声来，听着了吗？来猜猜这个，猜猜这个瓜怎么样？行不行？好不好？一般好，我就不信没有个好的。来，一刀定乾坤，啊，一刀都定乾坤哈，准备好了哈，下刀，嗨，嗯，完了，闹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，卖瓜的大娘，你在直播间不？哎呀，卖瓜的大娘嘞，哈哈哈哈，闹闹的。哎呀，人用了高米，看家人吐火了，囊这个瓜不怎么样啊，囊。哎呀，娘嘞，有了命啊，出生了，那个看看吧。
哎呀，俺这卖的锅呀，锅挺尖，五毛钱一斤呀、啊。人是好货不便宜，便宜没好货啊。俺心大娘啊。再来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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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中不中。我就不信中不中，我就不信没有个好的。来听听啊。听了吗？听了吗？这个瓜中不中？不行，还不行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就不信。